着保安呢。往事不要再提，是鬼迷了心窍也好，是前世的因缘也好。65岁华语音乐教父李宗盛有个之年巡回演唱会，暌违5年再次起航，上月28日在杭州开唱，许多粉丝都慕名前来。没想到演唱会途中，台下观众竟大喊着前妻林忆莲的名字，引起哄堂大笑，也让李宗盛尴尬不已。但随后马上搞笑高喊保安，保安的保安呐、啊，并唱了当初两人合唱的《当爱已成往事》，高 EQ 化解尴尬。往事不要再李宗盛与前妻林忆莲过去爱的火热，不惜抛家弃子远飞加拿大苦追，所以最后成功抱得美人归，但这段婚姻只维持短短6年，而过程中也创造了许多华语经典歌曲。影片曝光后，李宗盛因高 EQ 反应得到了称赞，网友也怒批该观众没有边界感。